快点！我要看着。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自己，然后想要什么样的？几岁？有没有男朋友啦？今天要满27岁，然后单身。住哪里、啊？住松山区。对，松山，我在想，我们讲错。温柔，开始啊！听讲你已经有别人的子孙，结果嘛是走到最后一步，那是你，哦，好难哦，无想起你是你。可以靠近一点，如果近视的话。没有，你台语要翻最后一步。不知你是伫倒位，我想要听你温柔的声音。以后我会当作毋捌你。我们的店。那是彼天，是我来牵起你的手，就不是今仔，是伊来完成你的要求。那是彼天，是我对爱情无想。爱你认真唱歌，不是一直叫你停胸啦，不用再停了啦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哎呦，还有收视率啊，流量密码知道吗？是黄金密码。你男女我好，你呢？你未来的男朋友了？怎么说？咱结婚，听讲你已经有别人的子孙，结果嘛是走到最后一步。不知你是伫倒位，我想要听你温柔的声音。以后我会当作毋捌你，无人会过去。刚弄个你起奥罗杯哦，太大，不可能吧？大了，他听不懂台语。好好好，快唱快唱，快唱快唱。歌曲为爱你几拜，爱你几拜，歌爱你几拜，歌爱你几拜。Okay.